学习力是最快的。所以外国的小孩子啊，像欧洲，还有因为我们在国外，他们把孩子学的是第一个是先学数科。小孩子也没有想学要学的数科，通常他都不会忘记，记忆跟学习力超好。你看我们大人很好的一个知识，像你现在这个钢琴，我跟你讲。